星同样身材小巧，可以睡一下。雨欣，你反身，然后手这样。那拿腿上去，拿手那个。哇哇哇！天哪！给他提上去，给他提上去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哇哇哇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你们男生拍一下，别掉下来。我觉得捏一下，小马可以的。雨欣，你反过来就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哎呀，马瑞这个男友力太帅了，刚才那一下，哇，美美。月光如雪，幻境啊，浮华的解释。上环容易，下环拉肚子。对，你去扶下边，要不然待会儿他控制不行。应该有个特写。我的天，扶住了。蝙蝠造型。我现在，哇，好害怕。这是上行吗？这是。我太难了。你这很厉害了，老师，你是第一次上环，下把我能抱住你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雨欣。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，明显的你可以看出他有对，但只是在以往的人生经历当中，他自己缺乏了向往美好的能力。可是他的这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和那种柔弱，其实恰恰也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亲和力。